一遍，他就一直打，一直打。老师，你再讲一遍。人家陪伴好好吃，被他吵醒。嗯，对啊。没有，你再讲一遍。你们都有吃早餐了吗？我还早餐还没吃完呢。老师，还没有。老师，我喝牛奶。老师，早餐没吃完，你可以拿来吃啦。老师，好不好？老师，你是谁？我是魏雨晴。你在哪里？你看，你们在弄阿妈哎，他们在上课。好，那是要认真听哦，吼。来，我要分享，我要先分享，分享三个视窗。老师，王伟刚刚没有旷课，他进来了。伟忠来了，伟忠啊。干嘛？我刚刚在上那个早上的那个课，你们在干嘛？好啦，王伟忠不要那么激动啦，我知道。他邱瑞阳忘说话啊。你不要紧张，邱瑞阳忘记去看你了。好了，冷静，关麦。好了。好，你在，我知道。那我要上课咯。有看到我的画面吗？有哈，一样这个网站好吗？还是你们觉得这个看腻了，想看别的？我们今天讲比较简单的，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个 reading， 这个 reading 好长，对不对？我们换一个，你们要哪一个？你们不选我就选咯。这个 science 是那个科学的，我们来看这个好不好？好吗？啊，没有人讲，我自己说好咯。老师，我可以去拿一下东西吗？好，你去拿一下，我等你。我们看这个好不好？Shade structure， shade 是那个影子，或者是我们从 grade one 开始。老师要弄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我们不要看那个很长的文章啊，我们看这个短短的，比如说动物啊，还是。上一页，植物啊，你们有想看什么吗？或者是天气跟季节，你们想看哪一种？季节。季节哦，好，我看哦 ，seasons， weather season， 好，这边有 types of weather， 各种天气 ，wind 这个是风。这个是 weather graph， 这个哦，这个要你去标记十天的天气，这个没有办法了哦。weather wheel 它是一个圆圆的天气要给你转的，你看一下哦，这样子啊，这个要你去实验去做的。rainy 下雨 ，sunny 晴天 ，stormy 就是有暴风雨。老师，拜拜。风。然后这个 cloudy 是有云 ，snowy 是下雪的，这个我们恐怕没办法做，因为我们没有下雪哦。我们找一个比较有办法做的，这个是 weather and clothes， 天气跟衣服。然后呢，季节 seasons， the four seasons， 四个季节嘛，春、夏、秋、冬这样。然后 names of seasons， 这个就是各种季节的名称。Seasons and months， 就是这个是月份跟季节，要把它对起来。我觉得这个不错哦。Draw in the four seasons， 你要画四个季节。这个我们可以留着那个下礼拜做，好不好？译文课的时候画。Severe weather and nature events， 就是很严峻的天气哈、哦，比较极端的气候，跟一些大自然的现象。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好了。最后这个来一些自然的现象。好，打开，你们都不讲，我自己选哦。好，来 ，severe weather，severe 是很严峻、很严重的意思，就是很严重的天气的气候的变化哈、哦，大自然的现象 ，nature events， 大自然的一些现象。好。Label 呢，它可以是一个标签，比如说你去买东西，它上面有贴多少钱，那个也是 label。
然后你的衣服上面有标签，比如说它是哪里做的，它的资料，然后它是给几岁穿的，它的尺码，那个就是 label。 这边呢可以当作是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标记上来哦。 label 什么东西， the pictures， picture 是图片，标记图片什么意思啊？ using， 好，它要你使用 the words bank below， like word 是字哦，Bank 是什么啊？它本来是银行的意思哦，但是 word bank 就是指这一些字的选择，有这么多给你去选哦。The word bank below 呢是底下的意思哦，请你使用以下这一些字，然后呢 label the pictures， 然后标记这一些图片，可以吗？看一下你们的脸，有看到哦。可以哈，好，我看到你们点头了。雨晴有在听哦。好，第一个，这个字很长，但没有关系，可能背不起来，但是我们看过一次有印象，你下一次看到你可能就比较容易记得了哈。我们记不起来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字好长哦，而且我们又不太常见到，但是语言就是这样啊，你常常遇到它你就认识它了哈。来，我们分开看哦。Storms, s s t o r m， storm 这个呢是暴风的意思哦，风暴，暴风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是台风嘛，那在其他国家也是会有一些，他们不叫台风，他们会叫 storm， 就是会下很大的雨呀，刮很大的风，是暴雨的那一种哦，大风，跟台风其实很像，但是因为形成的原因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名称不一样。好。Thunder 有一首歌叫 Thunder， 哎，就是你们一定听过，找给你们听。这个，这你们一定听过。有啊。好 ，Thunder 呢就是雷哈，打雷的意思。我在这边。好，来 ，Thunder。Storm 就是雷雨哦，这个字也不太好念哈、哦，可是你把它拆开你就会了哈。TH 我们发的音就是跟三 three 或者是谢谢 thank you 一样，你就把舌头放在牙齿中间，轻轻的。来，它的母音是三有一个的尾音哦 ，thunder er 我们就念就是很像耳朵的那个那前面有一个。D 的子音的的的 thunder， 这个字很长，但你把它拆开，你就会念哦 ，thunderstorm， 它是 M 尾音，所以你要把嘴巴闭起来哦 ，thunderstorm 就是暴风雨，有哎、欸、有雷有雷，那个叫什么风暴，然后但是有雷的那种哈、哦，有打雷的，是哪一个嘞？好，等一下呢，我再标给你们写哈、哦，我们先知道这每一个字。来，这个是暴风雨哦，但是还是会加上打雷那种哦，雷雨交加的暴风雨。好，这个呢，它念 volcano，volcano，volcano volcano 是什么 ？volcano 是火山，火山爆发那个火山哦。好，这边这个是 tornado，tornado 是你们猜是哪一个？第一个吗？第一个哦，是吗？好像其实我不知道有什么。应该是第四个吧？是哪一个？第一个。我有点搞不清楚是两个哎。老师，有一些人可以弄翻译。那你猜是哪一个？因为我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它跟那个 hurricane 是这个。龙卷风。对，可是那这个嘞？你们有疯了？第三个吗，老师？对啊，第二个，第三个吧。他那个是龙卷不一样。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哦。那那个第三个是三吧？来 ，Hurricane 不是三吧？那我们全部看完好不好？好，来，这个是日文过来哦 ，tsunami 就是在 earthquake 之后。在海边靠近海的地方会发生的，你们猜是什么？
海啸，海啸，对，海啸，所以是哪一个？这个哈，因为日本最常所以 earthquake 是什么？海啸？然后那个雷打雷那个。不是、欸啊、thunderstorm， 不是不是，哎、欸，我刚刚说 earthquake 完毕会有 tsunami， earthquake 完毕会有 tsunami， 所以是哪一个先？你猜啦，你先不要地震，地震好来，地震哈，好 earthquake 完毕会有这个 tsunami 就是海啸嘛，所以地震这两个我不太懂哎、欸、，tornado 跟 hurricane 是龙卷风。是这个卷的，可是 tornado 它 tornado 有什么不一样嘞？ tornado 它说是飓风、龙卷风两个好像不一样哦。强风哦，哪一个比较强？第三个。这个比较强。这个比较强吗？我其实我真的有点不太清楚，它不一样。那我们来找好不好？嗯，然后 even weeks 甚至好几周哦 ，week 是一周嘛，那它加上 s 就是 weeks， 就是好几周哈、哦、，days or even weeks 或者甚至 even weeks， 好几天或者好几周，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哈、哦、，hurricane。好 ，tornadoes usually last no more than a few minutes。minutes 是什么？找一下，告诉我。看他多久？有没有人找到了 ？Minutes 多久？来，那个 tornado 时间比较长，还是 hurricane 时间比较长 ？Hurricane 哈、哦，哎、欸，这样没有比较好读。来，那谁可以告诉我 tornado 它通常会多久？Minutes， 他说他的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子哈，几分钟。对他，而且他说 no last 是持续哈 ，usually 通常 last 持续 ，no more 是多 ，no more 就是不会超过 a few minutes， 不会超过几分钟，所以 tornado 它是就是这样出现一下就结束。好，那我们就可以回来看了哈。所以你觉得 tornado 是哪一个？哪一个？我们刚刚讲谁比较tornado 就是第三个。你说上面第三还是下面第三？下面，下面，所以它是比较。来 ，tornado 是比较小的哦，这边 tornadoes 它是小的，然后 hurricanes 它是比较大的。因为它会持续好几天 ，days or even weeks， 或好几周。好，我们回来咯。Tornado 是小的 ，hurricane 是大的。来 ，tornado 会是哪一个图？我要再讲一次吗？会不会有点太难？会不会？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这两个。哪一个是哪一个吗？哎、欸，好，我们先来看图好了。这两个哪一个是小的，哪一个是大的？哪一个是小的？就是它出现一下，几分钟，然后就结束了。哎、欸，你们睡着了、哦？你们睡着了、哦？还是我断线了？没有。你们断线。有点难，没有啊，是太难了吗？老师，再讲一次，没有、啊。刚刚我们的问题就在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啦。但是 tornado 跟 hurricane， 我其实也本来不是很知道，我刚刚查了，我才知道原来它的不一样在哪里哦。它的不一样呢，因为我的理解就是啊，龙卷风啊，飓风啊这样子，对不对？可能你看电影会出现，就是哎，哪里有龙卷风，哪里有飓风。但是我刚刚查了一下，你看 Google 可以帮你找到 tornado versus hurricane 这两个的差异。
好，他们两个的差异就在一个是很大的，一个是比较小的，一个是涵盖范围很大的，而且呢涵盖的范围呢都会有大雨跟大风，而且它会持续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来，这个就是 hurricane。 hurricane 是大风，它是很大的哦，风很大雨很大，可以持续很久，而且范围很大。好，这个 tornadoes 它是比较小的，它通常不会超过几分钟， few minutes 这样子。好，那我们知道谁是大的，这个是大的， hurricanes 是大的， tornadoes 是小的。那我们回来看这一题，那你觉得哪一个是它，哪一个是它？因为其他我们都很明显都知道嘛。还是 tornado 是上面第一个，不是 tornado 是对，它是小的，它可能就这样出现啦，卷一卷然后就走了。第三个，底下这个就是大雨。好，那我们来看答案好不好？哎，一样吗？ Tornado 是小的， Hurricane 是大的，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是地震 Earthquake， 这个是 Tsunami， 就是那个海啸，这个是火山爆发 Volcano， 这个是因为它有打雷啦，闪电打雷，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它就是有 Thunderstorm 这样子。这样子，这个有没有很简单？有吗？那我们再看一个吗？不要，你们不想看了，你们不想看了。那上礼拜的作业你没有写吗？上礼拜的。伟忠，你有听到我刚刚讲的吗？那不然我们把这边再念一下，这样都念一次好不好？念一次我们就不要再讲新的了，好吗？好吗？好。好，来第一个 tornado。tornado。tornado。好，地震 earthquake。earthquake。这个我们常常发生哈，所以你要比较知道。这两个地震吗？这两个台湾不会有啊，因为它。Tornado 跟 Hurricane 常常会有，来 Earthquake 常常有哦。来，就是等一下我要量体温，不用量。好，来念一次 Hurricane。Hurricane。Hurricane。好，最后这个，不是最后啦，下一个海啸 Tsunami。Tsunami。2011年3月11号日本那个海啸。2011年，你们几岁？出生了吗？老师，2011年是我出生的那年。对啊，那一年。对，那一年。我刚出生。对啊，那一年。老师，这是我。我2010。对，你们2010年底或2011，可能有人。99年的都是2010。对，我是2011。就是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海啸日期跟地点。你那么看的时候。好，来 tsunami。tsunami。对，我们分两个字 ，thunder。thunder 就是那首歌嘛。thunder。thunder。好，来风暴 storm。storm。storm。好，合在一起 thunderstorm。thunderstorm。暴风。好 ，volcano。Volcano 啊？没有，没有吧 ？No， 美国有的，人家没有过。台湾有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台湾好像有哦，只是他在睡觉哦。我不知道，我没看过。我你查查看。台北101的。你们可以去找一下那个啊。我只在那个下课再自己去找，台湾有睡觉的哦。里面看过。OK 吗 ？OK， 好。通常啊，这两个会，这个不是每个地方都会发生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地理位置、地形的关系，这两个不会有嘛？可是这个有的地方，这个会有。这两个，然后呢，这个有的地方
他们是有关联的啦，有关联的，就是这三个。可是我们比较没有这个。啊，地震过后会海啸。对，地震完毕啊，会海啸。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它那个地震，然后让那个地面起伏，它就。对，好，那我来看一下你们。那我们今天上课讲这个就讲到这边喽，好吗？你们比较喜欢我今天讲这个，还是像之前那样子的？今天哪样？都喜欢这个，这个比较简单，这个小的，对不对？对。